必将遭受历史的审判和法律的严惩。 要把别人的家园变成地狱的人，首先要做好自己先下地狱的准备。美方一些人为了以台制华，不惜把台湾海峡变成人间地狱，极为丧心病狂。这也再次表明，台独分子妄想以美谋独，中南逃脱，其子便弃子的命运。台湾属于中国，中国不容分裂。 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、反击外部势力干涉方面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是敢打硬仗、能打胜仗。对于一些人的威胁与恫吓，我们从来就不吃这一套。 除了用武力以外，近年来更是在运用非传统的胁迫方式，想要逼台湾就范了。但台湾不会屈服，台湾人民一定会捍卫国家主权，维护民主自由宪政的生活方式。